哎呀，我好中意你啊！你又靓女，读书又叻，唔好咁赞埋我啦，白毛。由细到大，妈咪都为我安排晒所有嘢，读咩学校，参加咩兴趣班，甚至系毕咗业之后做啲咩工作，我都冇得拣。喂，吓！哎呀，你睇啦，食咩烧鸡髀啫？成日食埋啲热气嘢唔健康噶。系咯，食菜啊，食菜健康啊。连食只鸡髀嘅自由都冇，我简直觉得我唔系一个人啊，我系一个扯线公仔啊。仔啊，你年纪都唔细噶啦，系时候成家立室噶啦。呢个女仔我觉得好好，如果冇乜问题嘅就行埋落去。哎呀，阿妈年纪大啦。不等得几耐嘅咋，知唔知啊？我受够啦！我受够啦！我受够啦！真系受够啦！妈，我受够啦！由细到大，乜嘢都系你决定嘅，你真系知道我想要啲乜咩？由今日开始，我唔会再俾你控制住噶啦！我要自己话事，我要决定我自己想过嘅人生啊！乜你以为可以摆脱我咩？在那日之后，我开始跟不同的女仔见面，我一直在找啱我的那个人，不啱的我即刻拒绝。我斩你手指，不用再好像以前那样看我妈的面色，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。算了，我话事啊，仲有呢个同埋。但是无数次的见面，我依然未遇上适合自己的人，直至我遇到佢。Sorry 啊，迟咗少少。天气热啊，我特登嗌定杯冻可乐俾你喝。在我见到玲玲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已经知道玲玲就是我想要的人。她端庄高雅，两只眼仔精致又美丽，樱桃般的小嘴好像樱桃小丸子的嘴一样，小巧红润，讲嘢的时候还因着传来淡淡的骨子香。要不要吃？其实男仔嚟讲咧，你个相真系算唔错喎，眉又够浓啦，家庭责任感重，眼咧又够大，眼珠多有爱心喎。不过咧，耳仔就算贴啲，咁你就要好听阿妈话，定系阿妈好大压力咧？佢关心我，尊重我，仲知我需要啲咩？我觉得佢就系最适合我嘅人啦。玲玲，可唔可以俾我一个家？入嚟啊！呢间屋咧，头先门口度过噶啦，旺丁有旺财。其实旺唔旺财唔紧要，最紧要旺丁啊嘛，起码咧可以生三五七个细路嘅。嗱，再入嚟睇埋咧，出边咧就山水兼收喎。住喺呢度咧，放完个床头之后咧，我真系觉得咧会幸福快乐噶。好啊，好啊。好的话咧，就要快啲落订噶啦！呢个楼盘咧好受欢迎噶，迟咗咧买唔到噶啦，快啲落订啦！我依家即刻落订。玲玲，多谢你啊，俾咗一个最适合嘅家我。客咩气啊？多谢 Smart Me 就真 ，Smart Me 有大量笋盘，不论买卖盘定租盘，全部都经专人认证，保证系盘坚价实噶，啱晒你哋啲咁醒目嘅买家啦！最重要嘅系喺 Smart Me 入面可以俾我拣到唔同嘅 agent， 可以俾我揾到最适合嘅人选。就好似你咁，依家开始，我终于可以过自己选择嘅生活，我终于可以摆脱我阿妈啦！阿仔，你得咗啦，搵到间咁靓嘅屋，阿妈好中意啊！不枉阿妈推你一把，你先至搵到咁靓嘅楼咋？系咧，我几时搬入嚟住啊？妈，乜我哋会一齐住嘅咩？梗系啦，阿妈点会抛弃你啫？我成世都跟住你噶啦。系咧，瞓到腰骨都痛埋，同我整两下啦。好待你，一个掣揾晒。
總之放盤定揾盤都即刻下載 Smart Me 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Yellow 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仲有按埋下面嘅鐘仔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人哋。我知啊，我暗啊，靚仔，反抗。見到啦。